今次有两匹马上阵啦，海中宝同海王子，有冇啲失望咧？起唔到吗？啊，输个鼻哥跑马就系咁噶啦。但系即系照我睇咧，就只马啱啱啊，海王子就啱啱转脚，咁就输咗嗰度，攰啦。我谂可能啊，后生马。其实呢只马都系三岁啫，应该系，但系已经跑得咁好咯。其实对佢个期望系几多咧？啊，好难讲啊，但系即系。高爾夫球我哋嗰個集團咧，都即係都有啲橫在運嘅啊，係啊。途程方面會點咧？係咪上次跑千二啦，呢次跑千四？我諗千四都啱嘅，千六都可以嘅，但係我諗可能即係睇睇出年點先啦。啊，而家佢即係好似即係跑咗第二次啫，咁我諗三歲馬千二千四都 OK 嘅啦，千六就可能而家目前咧就或者遠啦。